刚又当兵。对，可能不会差太多，可是如果有它有变动的话，你就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我接下来写的那个测试，第一次写的测试会是有问题的测试，就是有一些示范书，可能如果没有学到下一个要介绍部分的话，你可能这样写测试，或者是会很麻烦，所以我先撰写一个比较坏的测试，那等一下一个例子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测试修改成好的测试。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测试的呢是取消报名这个功能，那取消报名功能再重复一次，它会符合报名人数，还有。取消报名人不在这个报名清单内，所以我们需要撰写一个在 event 的类别里面，这是 event 类别 ，event 类别里面撰写一个叫 unreserved， 就是取消报名，然后一样是把那个 user 给传进去。好，我们撰写好了 unreserved 这个 function， 那再回到 event test。我们现在回到 event test， 那如果我一开始，如果刚刚说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刚说有个坏例就是把它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试着把它合在一起撰写，合在一起写测试就是合成一个测试案例，所以就一个 and test reserve and unreserve， 那 unreserve 呢就是会 event 会做的取消报名的动作。那一样把那个 user 给传进去，就是那个 user 已经取消报名。那如果那个 user 取消报名之后会怎样呢？它的预期值会是零，就是已经没有使用者在报名，已经没有这个活动已经没有人报名，所以就有零个使用者。
那接着呢，就是报名清单内没有那个人，所以又一个叫 alert not contents， 所以那个使用者不会在那个 alert 里面。所以目前这个使用者他取消报名，就 unreserved。那我们预期目前的报名数是零个。那这个使用者他 not content， 就是他不在这个报名清单内。那我们去做测试。因为我们没有赚点实做，所以他也会出现错误。那我们就再把，我们就利用一个叫 unset， 就把这个array 给拿 array 给清空。那对应到就是那个 user ID， 就把那个 user ID 那个 index 的 element 给清空。这一个会跑了一个测试案例，就是一个点，那有四个 alert 选，它有四个 alert 选出来，所以代表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alert 选。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测试拆开来写？就是把这个测试的 test result 跟 unreserved 分开来写。我们就接下来看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下面要提到的 test dependency。刚提到 test dependency， 它会把两个测试做相依性，就把两个测试会相依起来，就是两个测试会具有相依性。那所以会对测试，我们有依赖关系的测试呢，会进行用相依关系测试。那它会允许 producer， 就是 producer 可以去把它测试出来的物件传到 consumer 里面，所以这个就具有相依关系。那它该怎么做呢？我们用刚刚那个例子，就是刚刚那个 retest。reserve 那个例子，去把它改成用 test dependency。我们就直接把这段程式码复制过来。你可能会发现这个 event 在 test result 里面是一个区域变数嘛，所以在 test result 里面其实是看不到 event 这个变数，是不是？所以那你会该如何做这个取消报名的测试呢？你会怎么测试？你可能会比较笨的方法，你就会说我在 test result 里面再报名一次，那这样子这个人就有一个报名，就会再取消报名。可是这样做又会变成是重复刚上面那个错误的例子，就是会把报名跟取消报名混在一起测试啊，那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是 test dependency 需要用到的地方了，因为 test dependency 呢，我们就会把 test unreserved 相遇这个 test reserved 的测试案例，那由这个 test reserved 它会 return 出我们刚刚已经测试完的 event， 就是已经报名有人报名的 event， 然后这个 test unreserved 它会吃掉这个回传出来的 event。就是这个影片会回传到 test reserve test unreserve 里面，了解吗？那还需要加一个 annotation， 就是标注。我们会加入一个叫 dependency， 然后相应于 test reserve， 所以 test unreserve 就相应于 test reserve。那所以在测试的时候，这个 test 你认为测试完毕，测试完毕，它会把它测试过的 event， 就是已经有报名 event 传到 test 上 reserve 里面，那 test 上 reserve 就可以再利用这个已经建立好物件再进行测试。可是刚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它找不到 user 的这个值嘛，
所以我们需要连同一起因式一起回转，所以我们就把它包成一个 array。所以会传一个 array 进来，这个 obj 的变数会接到这个 array， 那这个 array 会存第零个元素就是存 event 的物件，那第一个元素就是存 user 的物件。那执行测试之后，它就会跑出两个点，因为我们已经写了两个测试案例，第一个测试案例是 test 与 热， 那第二个测试案例是 test 与 热， 所以会执行两次测试。我们就把 test reserve 跟 test on reserve 拆开来写，它会太快。那接下来会下面讲到的是 test reserve 如果相依于不相依跟相依会有什么问题，会有什么差别？就是你看到如果是 test reserve 如果没相依于test on reserve 没有相依到 test reserve 的话，那 test reserve 如果执行失败了，其实 test on reserve 会持续 run， 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相依关系。可是如果当 test reserve 被 test on reserve 相依了，就是他相依的他，那这样 test reserve 如果失败了，其实这 test on reserve 会 skip 掉，就是他不会执行这个测试。那这是个 test dependency 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些相依关系。那如果测试失败，它就可能会忽略掉那个测试。像崔伟来进行这个实作，就是如果我把这里改成零，就是故意让它测试失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第一个测试已经 failed 了，就是失败。那第二个测试会 skip 掉。所以第二个测试已经被 skip 了，这个是相依的好处。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提的就是 data provider。data provider 它是资料提供者，那我们要测试的就是，有活动报名的数已经满的活动报名跟没有满的活动报名。那已经满的活动报名，它就可以让使用者继续报名；那没有满，它就是让使用者没办法再继续报名。所以我们会撰写第三个测试案例出来。第三个，测试案例，我们会叫它 test attending limit reserve 的测试案例。那这个测试案例，它会需要来是，它会测试许多个活动，所以会有需要提供一个叫data provider。那这个 data provider 它叫 events data provider， 那它会丢出什么测试资料出来？它会把先把写过来。它会丢出了两笔测试资料，那每一笔测试资料都是一个 array 形态，就是丢到 test attending reserve 之后，它会把它变成是参数里面的每一个，就是会变成每一个 function 里面的每一个参数，所以这里会变成是 event ID 会对应到这里。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写。就是把这个 return 出去。那如果要在 attending reserve 里面再使用的 event data provider 提供资料，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写成对应的像 event ID， 还有 event name， 就是对应到这下面的一个对应，所以总共有6笔。
那我们要做什么测试呢？就是我们希望让我们来测试限制报名的出队功能是不是有达到执行结果，是达到我们要的。那我们就会建立一个物件，活动一样会先建立一个活动物件。那这个活动物件呢，它所要的资料都是来自于外面传。那这个活动物件，它每一笔测试要它的 attendees 都是不固定，就是会有可能第一次传进来会有五个，限制是最多五个人报名，那第二传进来会限制十个人报名。那我们再写一个 for 回旋去让它自动创造六个使用者出来。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 for 回圈会建立了六个使用者。那这个 for 回圈呢，每个使用者会报名，会进行报名。所以我们再把使用者进行报名，那再去比对说，如果活动报名的人数他预期已经满的话，他就让他回传是 false， 预期是满的就回传 false。所以如果活动报名数 get attendee 如果是如果是活动报名人数它小于目前这个可以报名人数的话，那我们就让它 return false。所以会把它活动的结果给存在一个叫 result 的变数，然后去判断这个 result 的变数。那如果是没有超过的话，它就会 return true。那我们再回头撰写实作，实作就是我们要这样撰写测试，我们要撰写限制报名数的实作。他报名成功就会 return true 出来，失败的话就会 return false。我们写好了实作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跑测试。就是我们刚刚测试其实是没有跑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修改程式码是不是有发生错误。
这里写，我刚刚这里写错，是我把那个限制报名数的条件写错，所以需要去把它修改一下。另外，如果要用使用 data provider 的话，就要加一个 notation 上去。那我们使用的 data provider 就是 event data provider。好像测试过，抱歉，刚刚我做的事情是，我把我再重讲一下，就是我做的这个 data provider 呢，它会我把资料全部放在 data provider 里面，所以 data provider 会有两笔测试资料，就是第一个 array， 它会是分别去判断你可以传几笔测试资料，所以有两个 array， 这两个 array 呢，这两个 array 它会分别每一次执行的事会丢到。attendees deeming reserve 里面去，那它 array 里面的每一个值，就是它每一个元素，它每个元素都会对应到这个 test case 里面的参数。那假如这个 test case 有六个参数的话，它丢的值就会是六，就是 event ID 对应到 event ID 跟它的 name 还有 start date 跟一些日期的时间的资讯，那把它丢进去里面，那它就会每一次丢一次的时候跑去测试，所以它不只会这样虽然写了一个测试，多写一个测试代进出来，可是它会执行两次，所以它会执行两个测试出来。那我们在借由在这时候再建立一个 event 物件，那这个 event 物件需要让有六个使用者报名来进行测试，所以会有建立了六个，我用 for 回圈建立了六个使用者。那在 for 回圈建立了六个使用者，他会分别去报名。那报名的时候，他会去判断他报名的人有没有超过他预期报名的人数。如果他超过预期报名的人数，他会 return false 出来。所以就去看它回传结果是不是 false， 那如果是 false 的话就是 pass， 那如果是 true 的话就是如果它没有超过它可以成功，它可以去成功报名，那成功报名就是 return true， 所以 return true 的话，如果程式看到测试程式看到 return true， 它就会测试这个就是 pass，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event， 最主要这个是让你了解到 event 可以用来提供测试资料，而不用在测试里面去把我们的测试资料所有塞，把我们的测试资料全部塞在我们测试案例里面，而是可以用 event， 可以用 provider data provider 来把我们测试要写在 data provider。
好，接下来我们讲的是测试 exception， 就是我们会期望我们测试人丢出一个 exception 出来，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假如我们要测试第四个测试案例呢，就是他能测试重复报名，如果他从有人重复报名，他就丢出异常，所以我们需要有程序去判断他是不是有重复报名这个动作，那有的话他会丢出一个 exception 出来，那这个测试可能就会比刚刚测试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会一样再撰写一个测试案例。那这个测试案例叫还蛮长的名字，就是它是会判断这个测试它是不是会丢出异常讯息出来。那我们先撰写完测试，它会怎么运作？就是一样会建立使用会建立使用者的物件。我们会建立一个活动物件。那我们让活动提供给这个使用者报名样式，同一个使用者报名样式，所以这个使用者他已经报名两次。那报名两次，我们期望他丢出异常，那丢出什么异常？就可以一样用 annotation 去写。我们希望它丢出一个异常是什么类别，就是 expected exception。那它的类别，我希望是叫我们叫 event exception。那另外我们需要它丢什么异常讯息，它有去判断异常讯息叫 expected message， 那异常讯息会是 duplicate reservation。那还有异常的 code， 异常 code 我们就随便取一个一好了。好，这时候我们要去撰写，我们要丢了这个测试异常类，异常的类。那这异常类别叫 event exception。那它我们有一个叫我们预期的 code， 就是这个 code 就是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撰写好了里面的 exception 嘛，那接着上让实作可以丢出 exception 出来，那我们要怎么让它丢出 exception 出来？就是在这里写一个去判断它是不是有重复报名，那重复报名在 PHP 里面有一个function叫，因为我们刚是用 ID 当做参加者的每个 key array 里面的 key。所以我们需要判断它的 key 是不是有重复存在，那它就会帮我们搜寻 key 有没有重复存在。这个意思是说 attendance 的阵列里面有没有这个 ID， 有没有这个 index 存在？如果这个 index 存在，代表那个使用者已经在报名清单内，那我们就不希望它会继续报名，所以就希望会丢出一个异常讯息。那这异常讯息，它丢过来讯息就是 duplicate reservation， 然后它的 code 就是刚里面写的一个 code， 就是这个类别里面写的一个，它 code 就是一。所以现在我们会希望我们写的 reserve 它已经有了可以侦测异常报名的功能。
抱歉，我刚没有写 namespace。他说，顺便可以讲一下错误讯息怎么看。因为这个错误讯息是他说，他目前发现一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什么？他会预期他的 test case reservation 是计算这个，可能是我计算拼错。等一下。这个我先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处理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先讲下一个。那下一个就是 feature， 它可以提供我们建立测试环境的功能。它主要提供两个 function， 不止两个，它主要提供两个 function， 就是一个是 set up， 它可以帮我们建立初始化的物件跟变数。那还有 tier down 就可以去把我们刚刚初始化的物件跟变数给拆掉，所以就可以利用 tier down 把它拆掉。那它执行顺序会是先执行 set up， 再执行 tier down。所以如果 set up 执行完之后，就会建立执行后执行的时候，它会建立物件。那建立了物件之后呢，它会再执行测试。那测试执行完之后，再去呼叫 tier down 把测试的物件跟环境给拆掉。所以就可以利用 set up 的 tier down。把我们刚刚提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建立物件的部分。建立物件的部分可能会写在测试案例里面，所以那个测试案例我就不希望把建立跟测试案例捆在一起，所以我们试着把
建立物件只要是 set up 里面。那我们在上面先写一个 set up。那 set up 很简单，就是几乎把建立物件的程式码给 call 起来。然后就 test 娱乐就找一大半。再写到 set up 里面，那我们希望把 user 跟 event 这两个变数跟物件改成全部变数，让这个类别整个类别会使用。然后需要把里面的测试改成全域变数。那因为 test on reserve 它使用了 test reserve 丢出来的变数，所以我们就必须改 test on reserve。我刚说 set up 它会建立物件嘛，那如果要拆掉物件该怎么办？拆掉物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写 tear down 去把它拆掉物件，就是把 event 物件可以清空，还有 user 物件也可以清空。这里有 user 物件，所以我们不要把全部的 user 和 event 物件改成全域变数。那前面跑的测试就是我们把原本测试写的物件呢，原本正在写的物件建立物件的方式给抽离掉成 set up。那藉由在 set up 的时候，它会跑的建立物件的程式码，所以在 test reserve 里面，它就可以使用到这些已经建立好物件。那跑完的这个 test reserve， 它就在执行 tear down， 所以它执行的顺序会是像这样子，就是会执行 set up 之后再执行 test reserve， 那 test reserve 执行完之后再执行 tear down， 那它执行下一个测试的时候。它会在先执行 setup， 然后再执行测试，再执行 tear down。所以这个是 feature 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不必在这些测试的方选里面去写的建立物件程式码。那接着我们今天要讲到 code coverage 部分，这是今天后面比较介绍重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写的测试嘛，你怎么知道你测试的那些程式是不是？测试那些程式，有哪些测试到，哪些还没测试到，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 code coverage 去了解。那 code coverage 它主要是会看，产生 code coverage 就是看这些图，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写的那些程式啊，它的覆盖率就是已经测试的覆盖率是10%，所以就可以借由 code coverage 去了解到你目前测试的程式码的状态。那 PHP Uni 该怎么使用？通常要先装差 debug， 所以在那个刚刚 wiki 里面有写说需要装差 debug 就是这个原因。那装了差 debug 之后，你下这个 coverage-html， 它就会在这个底下产生刚刚上面显示的这些网页出来。那这些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网页去了解到你哪些程式已经经过测试，哪些还没经过测试。那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我先建立一个叫 reports。来放这些 code coverage 的执行结果。
那我再加一个参数叫 coverage， 然后再指定它的目录在哪里，它就可以帮我们产生出 core coverage report 出来。那我们就去打开那一个目录，就是在有些目录，它就可以去看我们目前测试的程式码，它覆盖率是几%。那还可以知道你哪些程式码已经经过测试了，哪些没有测试。像我刚刚写那个 exception， 它可能测试还没做出来是哪一部分，所以它会显示一个红色。所以它会显示红色，是同一个他们说，所以它会显示有问题的颜色在上面，就显示你测试其实是有问题。那还可以了解到我哪些，就它因为程式执行有些 pass 嘛，所以你可以知道它哪些 pass 是已经执行过了，哪些 pass 还没执行过。那如果你觉得你的测试有需要再增加那些测试的话，你就可以再去撰写你的测试程式嘛。所以这是 core coverage 的好处。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撰写的程式测试时候，会觉得你的程式就没有 bug， 这、就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程式有一些执行路径你并没有判断到的话，你就可能没办法去处理那些特殊的例外。所以你撰写好的测试单元测试并不会没有 bug 的存在，而且单元测试可能还需要搭配像一些整合性测试，或者是结合 UI 预测试的话，你才可能会完全抓住你系统可能上线之后存在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单元测试它不会测试出在系统整体或效能上问题，系统整体的错误，像你可能如果你网络连线，不是不要讲网络，可能是你资料库设定有问题，所以你资料库设定有问题，单元测试并不会测试到你资料库设定上的问题。那如果你效能运作上有其他问题的话，单元测试也抓不出来，所以这是单元测试的局限性。那今天我讲的大概都到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问我。那个 exception 的问题，我会之后把它丢在 GitHub 上跟大家说那是什么问题。对。啊，谢谢大家。这同学有什么问题？好，也抱歉耽误大家时间，那可能就慢个20分钟还蛮多的。这大家什么问题啊？请教黄老师。我想问一下是说。如果我写了很多类别，那么我在那个写测试的时候，可能会那个开好几个那个，就是一个类别可能会开一个档案，那个来专门写那个专门对这个类别的测试。那如果假设我有那个三个类别，那我可能就会开三个那个档案写测试。那如果说类别跟类别之间有那个相依关系的话，那你大概会怎么做？就比如说。像我有一个类别是创账号，那么那个我必须要创好账号以后，我才能在那个其他两个类别去做那个跟这个账号相关的事情。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你是说如果那先要创好账号，有账号的时候才可以继续做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对这个就是那个会用到这个账号的那个事情的话，那么因为那个创造后是一个类别，然后其他事情又是独立类别。那个我在写测试的时候，我大概是那个一个类别就是写一个那个测试档案。那可是那个在那个其他测试的时候，跟那个类账号的那个类别有关系的话，那通常你就觉得两个要不要放一起测试？其实如果是单元测试，它理论上来讲，它可能要独立，所以我可能今天没有介绍到一个东西叫做 mark。就是会丢出一个假的东西进去，就是你会，如果你有那个账号问题，你就会建立一个假的类别，那它类别就会假装回应说你要测试那个类别，说我就是有回应那些值，所以他会认为是你已经产生那类别出来，可是实际上你不是用那个类别，这是一个方式，可是这个方式可能会复杂一点。那另外一个方式，如果你觉得它的相依性你还可以接受，就可以放一起测试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可以直接使用那个类别来进行测试。就会把那两个类别用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要创造 mark 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你有可能，因为你 mark 是 return 假的东西出来，可是你如果你程式原本的行为改变了，可是你没有改 mark， 那你的测试可能会判断还是正确，可是你程式实际上运作已经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觉得相依性你还可以接受的话，我建议是你可以直接用原本的类别来进行测试这样子，因为这还都是在你原本程式码运作，而不是会牵扯到外面的系统，像你可能要 call API。那些问题，你就可能需要用 mark， 真正的需要用到 mark。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在一起测试。懂吗？那请问，如果说我要测试的程式，它会存取资料库、嗯，那在实务上的话，会比较建议是使用像 mark 这种的方式呢，还是说我测试我有另外一个独立的测试环境，它有另外一个资料库让它去测？之前我有问过其他人，在如果是，我就觉得，要是我，如果是像如果你用 framework 去写的话 ，framework 应该会有一些替代方案。可是我是希望还是可以用真正的资料库，至少用 SQLite 去测试。可是你资料库测试，你可能就要用 Office framework， 这样你要一开始码初始化，然后再清空。所以如果要 mark 的话，看你抽换能不能把那些你要的隔离掉物件给抽换掉。如果你觉得抽换方便，你就 mark； 如果你觉得抽换超麻烦，那你就不要 mark 去做，你就直接去真正跑 DB 去转。那你跑 DB 完全可以单纯一点，就是用 SQLite 去转，就不用再去 maintain 一个 C， 像买 SQL 或 Maria DB 的环境。对。同学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谢谢黄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你们 email 的联系，或是问有 email 联系。可以联系。你是交大的吗？高平的。高平的。可是上面是今天是。